嗨，你好，我是 Sonia。如果你有的时候感觉腰很酸，或者是不小心弄到你的背，而没有办法马上找到医生，我有一个很好的姿势可以帮助你放松你的腰和背。它对我的一些学生很有帮助，所以我要在这里跟你分享。找到一个家具大概和膝盖同样的高度，像是沙发或是桌子。如果家具不够高，可以垫几个枕头。小心的让你的背躺在地板上，可以用瑜伽垫或床单垫着，比较舒服。然后让小腿放在沙发上，让你的髋关节、骨盆和腰尽量的放松。你的大腿保持平衡，不要往外翻。在这个姿势放松休息5到10分钟，或者是更长。身体通常需要一点时间让紧绷的肌肉放松。这个姿势可以帮你调整你的骨盆和腰。如果背不舒服的话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休息姿势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，希望你按喜欢并分享这个影片。我的频道里还有很多的影片来教你运动和照顾身体，非常欢迎你订阅。记得按订阅键旁边的铃铛，所以你每个礼拜都会固定收到新的影片。有问题或心得，非常欢迎你留言。谢谢你的观看，我们在下一个影片见。